黑草一幕，挥手间，绿色创造新世界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由歌瑞集团出品、立足河南、立足焦作、青春浪漫向上的综艺影视节目《Green S》。天气呢是越来越凉了，一叶知秋啊！相信不少的观众朋友们呢都想去买一辆自己的车，那么想开车就需要有自己的驾照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学挖掘机。学车技术哪家强呢？现在市面上充斥着不少的驾校，而且口头承诺都是非常的好啊。那么能不能区分他们的口头承诺是否能够兑现呢？为此啊，我们特别去采访了一位被坑苦了的驾校实习学员。俺是全市最强驾校东东东驾校的学员，俺叫史全蛋，俺的英文名字叫 One Car，俺老婆名叫 Sia。 俺在这里学习了2年零11个月了，这里的老师都是高手中的高高手，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倪老师，还有俺最亲爱的货车司机梁瞎子，什么卡丁车、小刀、雅迪我都给我开过呀。我是我们学校优秀的学员，是因为我们学校那句优雅的广告语 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o Car Home Home One Car Die。像我们这种高端的国际性的驾校，对学员的要求一般都是非常的 very hard， 大妈多，离家远，月考慢，要塞钱。俺们驾校的承诺非常好，月考快，效率高，五天拿证，不乱收费，全他妈是骗人的。所以到现在我们驾校没有一个人拿到驾照。俺喜欢的是上个月报名的李东燕，她现在正跟去年才报名的石太阳在谈恋爱。石太阳她根本没有我报名找，她就是有一辆4个轮子的电动车，就是没电还能跑的那种，特爱车标，死有鄙视。驾校从来都没有保养车的环节，就算打不着火，学员推几圈也就着了，还修个毛啊！考个驾照这么难，但你们还不都是3000来考？我报名了呀，我报名了呀，我报名了呀！看来驾校的水不是一般的深呐、啊。尽管驾考中心一再的出台声明，杜绝吃拿卡要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小驾校因为山高皇帝远就置之法理于不顾啊。为此啊，熊猫还是想提醒大家。报考驾校一定要报考正规的大驾校，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宜就去报考小驾校。记得一句话，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。哎呀，幸亏我的驾照早就到手了。你没有车呀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今天我们还是老样子， Grace 专注拍摄我们身边的故事。老样子，摩登租客奉上。国青队的队长，对。那么广大恒大队呢，今天在首发方面呢，也是做了一个细微的调整，在最前方担任前锋的是克莱奥，左边前卫上今天使用的是穆里奇，而担任前腰的是雷纳托，担任右边前卫的是吴廷锋。今天广大恒大队呢，在阵型上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变化。你这么专业，干嘛不去现场看啊？等个传真。他做挺认真的嘛。那当然了。那最近成绩怎么样？这种还用问吗？像我这种聪明伶俐、八面玲珑、拿着灯笼在地球走一圈都找不到第二个的旷世商业奇才，你觉得会怎样呢？啊，那最近有什么新项目吗？当然有，我哥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了一个韩国的朋友，我们在谈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项目，正在洽谈。真的？啊，太棒了！怎么了？这是？帮我们个忙呗。哟，帮你什么忙啊？哎呀，就是那样子的。我最近呢，在给一个财经栏目写专题，专题的名字呢叫《青年创业者的创业之路》。然后我约了几个人，人家都太忙，都拒绝我的采访了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呀？青年创业者，这个忙倒是可以帮，但是呢，我也有一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。是一个很小的忙。明天呢，我打算把那个韩国公司的老板请过来家里吃冷宴。完了之后，我身边没有助理啊，我得找一个助理啊。像你这种一表人才的，非常适合，这么年轻漂亮，很适合。你那么有钱，干嘛不请一个助理啊？我哪有钱？我哥给我一个月的支出根本就不够我请一个助理，那除非我自己掏腰包，那是。可能自己掏腰包吗？这
你可真够抠门的。好吧，但是不能有别的什么情况，我可没当过什么助理。能有什么情况啊？明天来了，我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，我让你送文件你就送文件，我让你端茶倒水你就端茶倒水，这很简单。像你这种一表人才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生意方面呢，我谈就可以了啊。好吧，很简单，没问题，不就是服务员呗？你那个什么栏目的事情啊，就包在我身上，没问题。哟，进了，进球了！真是不错，这好样的，好样的啊！嗯，对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打算一会儿给他寄出去的。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3000字呢，写的我是激情荡漾，声泪俱下呀。没想到当个人家脑残粉比小时候写检讨还累。你以为他的全球粉丝团是那么好申请的吗？对呀。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边还有事儿呢。嗯，我今天晚上得帮我们家房东一忙，他有个人谈生意，然后少一个助理，撑场面呢。对，他就是那人。嗯，我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嗯。怎么了？昨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啊，拉了5回了都。啊？哎，说这事怎么赶上今天了？难受死我。那怎么办？你上楼吃点药啊？吃了，哪有这么快见效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李总过来了，万一我真是忍不住，我跟你暗示，我就说，我去厨房尝味道去了，啊？行。然后我给你那份文件，那什么，照着念就行了。好，放心吧。李总来了。李总，这边请。这边。这边，李总，这是我的助理苗小姐。안녕하세요。哎呦，这闺女咋这么洋气了？啊？您不是韩国人吗？您是河南人？是呀。哎呀，河南人好啊，河南人好。那个李总，我这次请您到我家来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希望您亲自尝一下我们农业园自己生产的红酒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这次把您请到我家里来啊，是为了表达我对您的尊敬，以及我对这件事情的诚意。希望咱们以后强强联手，一起合作，一起共赢。希望您不要觉得唐突。没事儿，唐突啥的，平时俺打鱼打肉吃多了，偶尔的在家里俺静静的喝点小酒挺好。李总说的太好了，真是啊，英雄所见略同，英雄所见略同啊。那不如咱们干一杯。好呀。倒上。倒上。听李总一说话呀，我是更有信心了啊，咱们的生意一定没问题。我去厨房尝尝味道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。啊，那个他去厨房啊，那个还有菜，没有上的哈。没事儿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
总，你觉得我们这儿的红酒怎么样？红酒是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但是咱今天是在家里，哎，咱喝这个。我带一瓶白酒，二锅头。我那个李总，那个我不能喝白酒啊。来来来，尝尝。你尝尝，尝一次二锅头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喝，慢慢就喜欢了。果然这个我真来不了。哎，这是不给姐面子。啊，好，那来。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李总，要不那个咱们先看看我们的策划方案。方案先放放，先放放，咱先喝，先喝。来，啊，好，好，来来。你可别糊啊，这酒喝喝可别给我吐到杯子里吐到地上啊。好喝好喝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天然气，天然气它怎么了？哦，喵小姐太过热情，哦，嗯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那咱们谈一下策划案的事儿。策划案就不用谈了，刚跟喵小姐我们都谈过了，过两天直接去我们公司，直接签约就可以了。哦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那咱们细节不需要再。聊一聊，细节也不用谈了，来喝酒。哦，好，我陪你喝。哎，少来点，好，好，哎，好。来，来干，干，干干干啊！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谁知道昨天喝多了睡着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那个李总谈的特别投缘，咱们合作项目的事情一点没问题啊，一点没问题。啊？不可能啊，昨天都答应好好的呀。什么？粉丝协会入会？苗豆豆，苗豆豆。你凶什么凶啊，干嘛啊？你昨天都跟李总说什么了？什么说什么，我什么也没说啊，怎么了？李总怎么说让我们参加他的粉丝聚会啊？我什么也没说啊，我就给他看了那个企业策划方案嘛。
什么项目策划啊？那苗豆豆太过分了。下一轮，一轮哥，你帮我个忙呗。我现在帮不了你，以后别再跟我提青年创业者的事情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把这个新闻标题给换了。我觉得青年创业者的心路历程这个有点太俗了，而且好多人都做过。我这次给换了个新的，你看，就是一个失败青年创业家的心路历程。这个你应该挺有感触的哈。哎哎哎，夏雨兰，你说两句吧。生什么气呀、啊！真是的。哎呦，角座。说点啥来？坐起。盖角座。走在解放路的路上。盖角座。购物就去三味商业广场。盖角座。老外趁家兜里练出太极。盖角座。天气就是喜怒无常。盖角座，云泰山的游客最多。盖角座，影视城里很多明星大腕。盖角座，夏天咱就喝月山啤酒。盖角座，下去共有六县五区，我的家就住在太行山的怀抱。云泰山也不远，半个小时就到。要想野外烧烤，就去青田河，完事回来再去桑拿泡个小澡。中午不行，咱就矿山擀面皮儿。你要真是没有吃饱，那再对我饭两碗回面。想吃野味，咱就往西边多走走。宝来的杂巴，还有青羊的驴肉。一到夏天，市区更是灯红酒绿。这边烧猪鱿鱼，那边烤猪串儿。什么烟串？外地的游客都在买铁棍山药。据说除了强身健体，还能补补肾。先都说真多吧。